海军司令刘志斌现在人还在自主健康管理，因为在4月15号那天，他陪同参谋总长黄树光一块呢出席了这场结训典礼。在结训结束之后，船上的所有官士兵都下船放假了。而这个下船放假的决定究竟是谁做的呢？国防部长严德发说，敦睦舰队是归舰长不管的，所以我们研判应该是舰长下的。好，谁下的决定还要用研判的吗？他是国防部长哎。好，如果说这道命令的确是舰长部下的，那有先问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他们的意见吗？如果说指挥中心知道这一艘船上有五个可疑的发烧病患，还会让这一艘磐石舰靠港隔离吗？大家不要忘记了，钻石公主号是日本多么惨痛，几年处理的多么的荒腔走板。当时前卫生署长叶景川就已经点出日本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当你把生病的人和没有生病人通通一起关在船上进行隔离，结果就是把这一艘船变成是一个巨大的病毒的培养皿。好，如果那么大的游轮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了，更何况是空间更加局促的军舰。今天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敦睦舰队感染了新冠病毒，那都不是他们的错。如果海军能够在第一时间将所有的状况都诚实回报给指挥中心，而让指挥中心接手了在敦睦舰队入港之后所有的检疫作为，我相信整个状况整个局面根本不会演变到今天这样子的地步。我们一起开设严守国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2月27号提升到了行政院一级开设的层级，不过指挥官由蔡英文总统钦点，依旧是由陈时中部长担任。2007年 SARS 完之后，我们制定传染防治法，国家的规格几乎是以严守为这样的一个授权给指挥中心，所以指挥中心事实上是有这个权力，是可以透过这个传染防治法的这样的一个最高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去协调行政院所有的部门，所以国军在国防部下面也不例外。不过显然3月5号敦睦舰队从左营出港的这件事情，海军并没有向指挥中心报告，不过倒是在返航的途中的确询问了相关入港规定。要回程的时候有询问了我们对于远洋渔船跟国际邮轮的一些相关规定，在30天中间没有停靠任何一个港口，也没有跟其他的船只在公海上有任何的接触，都没有任何症状的底下，那才可以这个采取30天之后可以入境。要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摆在港外，我不让你进港，我在港外就给你处理好。你假如说你现在有状况有问题，我派直升机把你接到医院去。我们这个磐石舰的这个后甲板很大，可以降落起降两架直升机。那我们陆航的，它这个一架就可以带30几个人了，所以一架降落下来就把你有问题就把直接送到三总了，送到隔离病房。如果早知道、早怀疑、早警觉，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把军舰直接开进了左营港。偏偏千金难买早知道，当时海军上下庆贺任务圆满成功，风风光光地接受三军统帅的迎接。基于防疫考量，蔡英文总统当天没有登舰，就站在码头向辛苦的舰队士官兵隔空致意。而且蔡总统全程佩戴口罩，保持至少5公尺以上的社交距离。在6天之后，按照规定隔离解除了，所有的官士兵可以下船放假。但真的都没有问题了吗？参谋总长黄树光15号曾参加海军敦睦舰队的结训典礼。我想确认一下，这个上个礼拜是回来之后按照规定要隔离嘛，对不对？哈，是。报员，那他们现在身体状况都有没有问题？报员都没有，都没有问题。那今天就可以宣布休息了，是不是？还是官兵？对，昨天已经进行检疫了，没问题。检疫公布数据就出来了。报员，因为他们是根据30天的，就是说。检疫的规定，因为我们有通报那个疾管署的那个边境管制组，他们说30天之内，就说没有任何状况的话，就都可以了嘛，都可以。所以什么时候可以正式的休假？那些官兵？今天结训典礼完之后就可以。所以结训是下午的时间？早上，所以已经办完结训了。是，所以主持人是总长黄上将。哦，黄长，总长 ，OK， 好，那就了解了。好，既然海军参谋长都说没问题了，立委蔡世英一句了解了。
简短的结束了这一段质询。看起来当时大家心情显然都放松不少，因为别忘了4月14号那一天，台湾迎来了久违的零确诊。今天有确诊零，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他现在就已经那个好，但我想说我们就有一点小确幸嘛，哈。14号，台湾达成36天来首度零确诊后休息，台北知名大饭店特别点灯欢庆，利用房间灯光效果拼出大大的英文数字 zero。零确诊消息让全台人民振奋，一名妇产科医师也在脸书发文，如果连续3天零确诊，就要发500片鸡排，引起网友朝圣卡位。正当全台湾都在享受片刻的嘉陵小确幸，却不知道就在同一天，一个防疫破口正在被打开。不管14天或是30天，它都是一个所谓的实质检疫了，不是说洗干搞的下课了，这样哈，来科起科五鬼他哈课嘛。早上的7:30，我们检派的联检小组登舰实施相关的检疫工作，登舰的前也是实行相关的一个防疫的措施。约在8:30的时候，检疫小组完成他的检疫的工作，8:30啊，解除人员的一个上下船的一个管制。4月14号早上7:30，检疫小组登上了磐石舰，8:30检疫就结束了。这一场考试只考了短短60分钟，377个人通通过关，平均一个人花不到10秒钟。通过考试的人除了实习生之外，当天有100多个人都可以下船放假。他们要去检讨为什么今天已经有人发生了症状，已经就算只有一个人，也表示这个舰队里面已经有发生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感染，所以你就不应该把它放出去。司队长是不是决定的解散？是您决定的吗？包围我没这个权限。那是谁的权限？谁决定可以解散的？包围我奉令执行。要解散之前有没有先跟国防部或疫情中心做报告？包围这个我不能够说明，但是我表现的没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然后我按照命令执行，让所有的包含部长司令都受累，我觉得非常的抱歉。这是我穿上白军服30年来最痛苦的时刻。我已隔离了整整5天，我有5天没有办法睡觉，可是我爱海军，我爱国军，我更爱国人。我没有做不起大家，做不起对不起大家的事。眼看着陈道辉越说越激动，海军参谋长敖以智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动作让人看傻了眼。他竟然顾不得现场有一整排的摄影机在拍摄，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一把手机给拿走。为什么不让陈道辉继续说下去呢？隔一天案情再度大逆转，国防部副部长在记者会说他给陈道辉打过电话了。我也不见得认为他是隐匿的，可能有个人的一些所谓认知判断，这个先不提。那今天当事人也讲他可能记错了，他回报是不是表格的填报，而是文字的叙述，而他的叙述里面是扁桃腺发炎。国防部副部长的一通电话让陈道辉想起来了，原来是他记错了，他是回报扁桃腺发炎，不是回报发烧。那么解除梯口限制又是奉谁的命呢？如果确切的话，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跟他电话通联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一段，没有提到这一段，那这一段其实我们后面还会再厘清。记者会结束之后的不到一个小时，陈道辉立刻发表了声明，是他误解了立委的质询。事实上，在联检小组确认舰队状况无误之后，他依照个人权责，通令各舰解除梯口管制，实施放假。意思就是，所有责任他陈道辉一个人扛了。结果没有想到，有3个人身体不舒服，自行就医之后，经过了通报采验，确认感染。我国新增了3名啊境外移入的个案。皆为军舰上的实习学生，于今日安排同队的官兵及与学生入住集中检疫所隔离裁剪。高兴不到几天的零确诊，在瞬间被狠狠地打醒，因为这3个确诊个案不是一般的境外移入，他们背后代表的是一支海军舰队，而这支舰队的744个人不但通通都上岸了，而且还在全台四处移动了至少2-3天。海军敦睦舰队其中一艘磐石舰上的官兵染疫，好几辆游览车从高雄的营区开出来，疑似就是载着召回的官兵前往集中检疫所裁剪，
每辆游览车的驾驶全副武装，穿隔离衣，戴护目镜以及口罩，而车上的官兵隔排坐，保持距离。由于三艘舰艇军官学生共700多人，分散北中南各地，要在18号傍晚5点前全数召回有点困难，因此这些人可能分散在各地的集中检疫所筛检送验。军方如临大敌，军医组早就集结成队南下备战。我们经过昨晚彻夜的这样的一个采检啊，跟的检验，那全部都采检完毕，哦，那有新增的21例，啊，21例，好，那在全部都是在我们的磐石舰上面，好，那这两天我们积极的做相关的疫调，啊，也发出了哈几次的一些相关的简讯，那当然从他本人发过一次，然后他的一个接触者我们发过一次，然后最近一次我们发了大概21万。阿叔，您这边好听哦。当然啦，该袂听，别讲出来，听咧啪啪响。买会惊啊！啊，但是咱得爱阿妈洗手啊。太太，刚刚就觉得好像要逃难一次。他们工作人员跑来跑去，工作人员就感觉好像蛮紧张，不知道干嘛跑来跑去。洗手间上厕所嘛，还有那个到庙喝茶嘛，所以我们和庙一起要消毒。一夜之间，全台狂拉警报，地坛市清查休假官士兵走过的足迹，超过了14个县市，有上百个地点全面大消毒。令人更加感到愤怒的是，把大家搞得人仰马翻的国防部，竟然还想掩盖什么事实吗？那在国流期间，按照我们的当时出国的一个防疫的指导，我们是全程都要戴口罩。或许昨天我本人并没有说明清楚，也在此啊做一个澄清。官事的拜会，还有在从事户外跟他们国流当地从事户外的体育还有表演活动的时候，我们支队在那个时间点啊参与的人员是并没有携带口罩的。他们沟通不足，沟通不足啊，都很忙。这个事情一出来啊，焦头烂额啊，电话响不停啊。假如县长说，哎，我就都有叫他们带啊，他们有带啊。上级听着，哦，他们有带啊，那我就他说，哎，他们都有带。在此啊，我代表海军要向我们的社会大众啊，致上我们海军的一个歉意。有没有让侨民上船？配合这个典礼，由大使馆邀请。有还是没有？有。好，那为什么部长你们每次说话颠三倒四，记者追多少问多少讲多少问多少，跟那挤牙膏一样一直挤，慢慢挤，慢慢讲，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国境讲话怎么会这样子呢？是有人欺下瞒上，还是纯粹沟通太差？总之，海军副司令他道歉了。但是大家不解的是，把话一次讲清楚、讲正确很难吗？当指挥中心和病毒在抢时间补破洞的时候，为何你国防部还在慢慢的挤牙膏呢？那一天他是头痛，然后他本身的体温量测是36.6度，所以说我想还是回归那一句话，可能我们随舰的医官也是以这个来做一个专业的判断，倒没有说隐匿不报这个情势。没有隐匿不报，只是没有想到，连国防部的副部长也被蒙在鼓里嘛。其中呢，有70人看诊的71次，这个比例高不高？你觉得？因为这个资讯呢，是我从礼拜五回来看的，第一次听到讲的资讯。到达柏流之前跟到了柏流之后，总共有5个人发烧。嗯。但是这些人啊，经过在舰上的那个医师啊，把他隔离到一般病房做那个诊治了以后，大约4到6天，这些症状也都没有了。就算有5个人发烧了，军方还在强调这5个人采检之后也是阴性，意思是医官第一时间的处置没问题嘛？但没有想到，这5个人经过抽血检验之后，竟然发现其中3个人已经有了抗体。换句话说，这些人不但染病了，还自己痊愈了。在磐石舰上，恐怕已经发生过了好几波的群聚感染。真的只有70个人求诊过吗？不到几个小时之后，当天深夜，国防部紧急发出了新闻稿，求诊人次一口气暴增到了226人次。从有没有戴口罩、多少人看诊过，到召回集合地点在哪里，军方的说法都能一变再变，逼得蔡总统说出了重话，要求国防部坦诚以对，
全力配合疫情调查。军方好，其实这些地方老毛病又犯，就是他们其实往往在面对外界的这种质疑的时候啊，他们往往是他们其实在说的当下，可能的确是他们说他们当下所知道，但是他们后面没发现到，其实他们的资料自己本身的横向联系的中整就没有做得很好。好像比如说他们说这次因为哈、啊、这个资料是这个船上在消毒啊，所以有些资料在 A 处啊，有些在 B 处啊等等，是否合理我们不确啊、不做判断，但至少就是说啊、整个事件上可以看得出来，海军的确是又犯了跟上次洪仲秋案一样的一个公关灾难。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事情呢，你不要抢说，而你应该要等到你掌握到非常全班的状况的时候，第一次跟大家说清楚，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我不知道大家当兵的时间多久，我虽然不是职业军人了哈，我也当过兵。我们那时候当狱官，在训练的时候，我们的连长非常的凶，哦，他说大家不要怕，在晚上哈要睡觉前哈，到福利社不要乱买东西乱吃了。如果吃坏肚子的话哈，我们就全年要关紧闭，不是关紧闭，就礼拜天的休假，我们就要到我们那一排或那一班。好，就连带的，好要进修。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吃坏肚子，没有人敢讲啊，因为讲了以后，你这整班或整排整连就可能就不能够休假。好，那你这样在以后，我以后在这个班里面就很难存活了哈。所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所以有一些管理可以很严格的这样来定，可是军队本来就像一个口令一个命令哈，一个口令就一个动作嘛。好啊，可是在这里面我们发觉在跟疫情在对抗的时候，这可能就要有一些比较柔性弹性的做法，才能够让这状况好能够真的被展露出来了。陈时中拿自己当兵的经验点出了军队下情不能上达的症结，但阿丁部长当兵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难道部队文化还是一样石骨不化吗？但眼前不是旧责部队漏规漏洗的时候，赶紧的把洞补起来才是燃眉之急。那在这个情况下，去不是一个错事，但是这些人毕竟是为了中华民国啊，为了我们不管是外交也好，为了我们的国防也好出去，他其实是为了我们中华民国出去拼命啊。那但是的确回来发生了这些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事实。我是觉得总统其实应该可以用一个比较理直气和，然后更有同理心的态度来要求海军啊。那我觉得他第一天的这个话语，对不对？对海军来讲，其实或者说对国防部来说，的确是沉重一些。它是因为你的决定，那但是你的又因为说，路上可能的确也有一些未经妥善，就是有一些状况。但是你做一个领导者来讲，你应该要从一个包容跟宽容的角度，然后来善后，而不是用一个强力指责或是以上对下要觉得要决绝的态度。而去处理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他如果是理直气和的啊，或者说是更温和的来处理。我是三军统帅，国军的事就是我的事，就是我的责任。国军平常捍卫国家很用心，在支援防疫工作上也做了很多事，但海军这趟任务在防疫上出了这么大的微失，让国人因此承担疫情的风险。我要致上我的歉意，我已经要求以诚实作为最高原则。国防部昨天也检讨了四大缺失，这只是初步，完整的调查清楚之后，我绝对不会护短。很多事情考量之下，我们经过这个教训，我觉得磐石间的教训对我们来讲，虽然我们产生了破口，可是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失掉了对于政府的信心，对于国人防疫的信心。我们从这个教训得到之后，我们马上对我们的国防部提出建议，就是国防部对于这些士官兵其实真的要做检测，因为检测才能保证他能够迅速的能够掌握他的追踪的动向跟足迹，这样子比较容易做到情绪感染会爆发变成社区感染危险的一个最重要的利器。大家不要去骂海军基层官兵，不要去骂军舰上的医生，好吧？那也不要骂放假跑出去走一走这些官兵，他也是人，我们也是人啊。那我们现在也是大家憋得很难过啊。所以你看，为什么清明节假期那么多人一下子涌现各个景点，大家憋得难过嘛，是不是？现在五一长假要都到了，在那呼吁各位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没有事啊，就在家里看看电视。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说，金方这一次的事件，我如果讲不同的观点，你讲，我说对国人反而是一个在林确诊之后的一个另外一种警戒线的提高，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林确诊之后，大家有些时候会放松。这一点我必须要提醒大家。那我不是今天结论就是说台湾因为就是林确诊我们就唱衰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国外还在世界大流行，我们不可能今天外侮外患还在，那我们没有内忧，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所以也借由金方这个事件告诉我们，我们很多的东西随时它有情绪感染，所以对我们而言反而回过来是一件好事情。好，让民众再次对这个情绪事件上面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它的警戒性会提高，所以我觉得一得一失，未尝塞翁失马，未焉知非福。好不容易垦丁所到之处都是人，却因为人潮太过的拥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不仅大动作发布警讯，路边还设置告示牌呼吁民众避免前往，也让业者陷入两难。垦丁被点名，人潮锐减，生意跟着掉。远在300多公里外的台北宁夏夜市，生意也直直落，摊商们感同身受。我卖去啊，卖啊，差足多，大家变讲唔敢出门啦，大家又惊啦。垦丁的一个新闻事件出来之后的话，然后对我们的摊商的话，多多少少有受到一些波及，这样子。少了，我们平常量的话，基本上少了差不多2-3成左右。民众不来没钱赚，人潮来了固然开心，但看看挤得水泄不通的民众，几乎都没戴口罩，这一幕引发担忧。所以你看到新闻啊，大家较侪人安尼无扎口罩。哦，是我惊到。因为咱像咱二姐嘛是拢口罩挂条条，拢会惊。出门小挂，你买一个物件嘛是口罩挂条条。我会觉得好勇敢哦！现在因为疫情真的是越扩越大了，全球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对，我是不敢啊。哎呦，很自私。如果没有戴口罩出门，人流那么多，哦，对吧？人那么多，我看得都很生气呢。生气。哎，哎呦，很害怕，害怕爆发要怎么办？哎，拢嘛惊，因为我们接触的人5-10个人啊，你什么哪里来的，你也不知道啊，拢嘛会惊啊。咱做生意，连口罩一定爱挂定咧手，啊，像我挂啊边啊，袂洗手一定嘛啊，创啥包我拢一定爱洗手，要勤洗手。重点真的是要勤洗手。这一波疫情，你是没办法去说，我用眼睛去判断这个人有没有病情，我可以不让他进来，没有办法。可能就说，他没有症状，也是会传染嘛。那可能就自己的个人的防护，这样做好就好了，不然能怎么办？我不小心感染了，可能就是我们全家都有问题。对呀、啊，上有老下有小。那也没办法，你不出来赚钱也不行啊。人潮能带来钱潮，但也可能带来病毒。店家摊贩跟你我都一样，当然都怕染病，但不做生意就没饭吃。也没有太多的挣扎了，现在当然会怕，只是说怎么讲，为了生活你总是要出来工作吧。你人没有出来的话也不行了，变成一个空城，大家反而不好了。然后唔敢出来，你变讲大家唔敢出来，你都唔敢。无消费啊！无消费啊！没有补助什么，大家嘛是惊。啊，你无出来做，加减扣几个人，加减扣100-200，加减扣啊，也是要多少又要做，无做阁袂用的啊。有句话形容业者们困境，不是病死就是饿死，但要解套政府得做出规范，否则民众出游或逛夜市群聚被骂惨，观光景点跟夜市被点名又遭污名化。我跟客人讲，客人就觉得说啊，政府有没有跟我说一定要带，对，那反而是一种可能会得罪人家的感觉。对啊，因为我们是做生意的，你不可能去说，去用指责或者是这种，管制你，因为我没有那个权利嘛，很难呐、啊。我跟他讲说你要戴口罩才可以进来，可是生意已经不好了，你又不进来又走了，你也说不出口。对啊，要明确确定啦，让大家比较心理上要说啊，这个人数怎么样都可以确定一下。口罩啊，或
对对对对对对对，都要有明确表示出来了，让大家要做的事情也不要要预防的也好，预防什么都好，比较可以比较好注意了。下一波连假，五一劳动节紧接而来，针对夜市跟观光景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紧锣密鼓严商管控方案。是各种密集区域的分流管制限制已经越来越少。嗯，因为卢霞都卖巧柜，点卖巧柜，雅琪啊，今天雅琪啊，全部全都结束。嗯，大概是要用大家点火出来，就把量体温，控制在一定年纪，这也少。周二中午开会，很快地隔天下午记者会就公布具体措施。依照这个夜市市场的这个通道总面啊，可以人行走的空间，去计算出一个适合的这个流量来做管制。那包括那个餐饮的部分，在夜市的餐饮需要去做隔板的，或是座位数要减少。至于商圈、百货公司、购物中心，比照夜市跟市场相同原则来办理。而风景区、游乐场所、主题乐园、国家公园以及周边停车场的车辆数，50%或60%为流量的控管门槛，但超过25%就会发出警讯，建议民众改到其他地方游玩。另外，饭店部分则辅导将自助式早餐改成套餐，降低感染风险。防疫跟生计陷入两难，这场疫情何时结束遥遥无期，店家们都害怕他们能撑那么久吗？所以严不严格看人民活得下去吗？你很严格，可是都快没有饭吃了，你政府可以补助我们吗？可是如果说你不严格，然后拖很久，可是至少我还可以出来工作赚一些钱，然后买东西吃，那也不会拖到政府的那种负担。我是呼吁讲哦，政府哦，做这个算讲这个疫情哦，好较紧过，看会当给我们补助未啦？我嘛是安尼要求尔，大家拢咧讲啊。严格一点。嘿啊，嘿，严格一点，嘿。紧过啊。嘿，好紧过。啊，这政府嘛是爱做的代志啊，我们百姓爱配合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各部会在处理这些过程里面啊，能够把人民的困难能够放在心上啊，所以我们也要求说这个部分能够以最快速的一个方式啊，有一些你还要申请，然后程序又很冗长，到底准不准还要这个没有一个时间，我们会尽量的缩短这个人民期待的这个落差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动作会很快，院长也特别要求啊，这个要快，而且要普遍，能够照顾到真正需要的人。